哎，那妹子，这边去剁排呗。哎，有点下午场。可以。哎，小卢，把羊腿拿去腌起。我看到视频了，烤羊腿好香，先捅皮皮蒸一个。那我就给你吃根蒜香味的。哎，要得要得，中行的蒜儿。蒜吃多了噻，嘴巴味道多。哎，不存在哦，我又不和老娘请主哎。花儿，把灶带起。先把羊腿割个火刀。 然后我们再调个蒜蓉料，加点盐，加点胡椒，再加点生抽，到时候烤出来就是金黄色的。把这点蒜香味腌进去。小，嗯，我觉得。 隔壁是个王娟还小乖小乖的呢。还有啥嘛？你又在俺嫂子刀门儿心肠嘛？哎，啥子意思嘛？啥个这个造型撇了吗？拍王娟吗？只有多没得少。造得好美哦！哎，我去看看。又来了。以前我在内蒙把工程的时候，那边说起我吃羊肉串，但我也是我们这边种串串。 好，结果今天看了全是这种烤羊。哎，那边的羊肉是不是好吃的呀？哎呀，差球不多。哎，面上好了。烤香脆。来来嘛，一个扯头。嗯，可以，本身三味的。嗯，硬是没完的烤的好吃。哦，没毛病噻。 你们两个记到小时候今天的不知道是哪个颜色？我记得了，我是老绿的。哦，当时是改鼻子那个。小卢，你还记得那不？我不晓得，知道。哦，记当记不到了，你就把颜色捏跑了，要喷我儿回去，把那哈儿打惨了。